Hello，大家好。现在是11:40左右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K Power。K Power 今天早上一度上涨了30%多，现在呢大概是24.8左右。它上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Galim 它辞职，它在 K Power 辞职了。所以很多人就认为，哎，他辞职了，代表他已经跟 K Power 没有关系，这样就是说假账目没有关系，所以股票，所以就很多人看好，股票就上涨。但是如果你看这个筹码峰。你可以看到很清楚，这边很多烟纹，很多套牢盘等着被解救。然后这边呢，比如说你上到去的时候，这边人就会卖出去，这个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就是 Galim 之前其实他一直都是在卖 K Power 股份的，今天股价大涨，你觉得他会不会趁机又卖出去呢？他有10%多的股份，你想想，你可以去想象一下，如果他卖完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当然无可否认，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，有这批人，他就大赚了，他才是大赚的人。这些后知后觉的人抢上去追高的，就是 get for 的人。